将德国犹太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很容易就会联想到二战时期纳粹德军对欧洲犹太人的疯狂屠戮，数百万人的死难引发全球怜悯。但是巴以的爆发让外界对于以色列犹太人有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近期德国的新国籍法让外界再度怀疑犹太人是否再次操控了整个德国。据观察者网六月二十七日消息。 德国颁布的新国籍法对移民政策进行了部分修改，其中添加了这样一条：申请入籍者声明认同以色列的生存权。主要这一规定是明确要求，也就是说，必须认同才可以申请德国国籍。这一规定的诡异之处在于，想要获得德国国籍，却要先认可以色列的生存权益。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当德国和以色列之间发生对抗？ 德国人要主动帮助以色列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呢？而对于这一新规，德国内政与国土部长南歇费泽则表示：“任何认同我们价值观并做出努力的人，现在都可以更快地获得德国护照。”种种迹象显示，这一次新规的出现更像是在为以色列摇旗呐喊，因为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全球范围爆发了大量抗议以色列的示威活动，例如冲突初期俄罗斯机场暴力对抗。 民众闯入机场寻找以色列游客。早些时候，美国士兵自焚抗议以色列暴行，以及在近期日本酒店拒绝以色列游客的预定等等。其次，就是在德国入籍考试相关题目中，一共有三十三道选择题。但是，据德国媒体在三月份的消息显示，德国内政部打算添加一些新的问题，例如犹太人的祈祷场所叫什么？以色列是何时建国的？ 德国对以色列负有特殊责任的原因是什么？添加的问题均是围绕以色列犹太人展开，乍一看还以为是在申请以色列国籍。德国方面宣称此举目的是抵制反犹太主义，因为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德国内部出现了大量针对犹太群体的仇恨犯罪事件。据统计在，在2023年反犹事件达到4782起。对于德国这一行为，阿拉伯媒体称之为。 德国已经将任何批评以军在加沙行动的行为贴上反犹标签。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二战时期德国大量屠杀犹太人，确实对于犹太民族是极大的伤害。但是，为了弥补对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支持以色列暴行，真的合适吗？换一个角度，德国认识到二战时期自身的错误，值得认可。但是，竭尽全力的支持以色列暴行，不是在赎罪，反而是在重蹈覆辙。 而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就是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军，只不过他在中东肆虐。德国国际新规处处透着诡异，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德国再次被犹太资本操控？难道当初五十万马克一块面包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